为鼓励全国各国中小视觉障碍学生参与写作，教育部举办着全国视觉障碍学生作文比赛，李金星即时来公布。台南市新光国小潘东古得到了国小一年到三年级组家族的成绩，克服着视力不方便，展现着写作的能力，教育局也特别公开赞扬。台南市新光国小学生潘东二得到国小一年到三年级组教育部国教署举办113年度全国视觉障碍学生作文比赛佳作成绩，克服着视力无方便，展现着对着学习的热情。教育局特别公开赞扬，鼓励班同学持续伫写作的道路迷茫，勉励用心写作的世界无限的大。我写的过来是现在教导我的这个幼稚老师，还有我的家长、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陪着我，还有一些同学、老师教导我们事情，什么不可以做。而学生是陪我玩，还有跟我们一起在生活中成长，谢谢，在我生命中的贵人。记得参赛的教师吴佑进表示，这次比赛的题目是生命中的贵人，透过作文引导以及建构学生观察和反思的历程，让学生运用数学、策略和纪律，未来会当在家庭也是校园独立生活，甚至回馈社会。这篇作文主要是在写说我生命中的贵人，其实这样的题目放在大人或者放在大众身上，要想出谁是我的贵人，其实都还是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我们的孩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引导他去观察生命中，就是他现在所有积累的经验中，谁对他是最有帮助，或者是他可以帮助谁，也可以反过来思考说他是不是也可以成为别人的贵人，这样子一件事。对，所以我们的孩子在这个过程中，他其实展现出很多他生命的经验的书写，所以才有机会获得这一次全国比赛，然后能够进入佳作这样子。教育局表示，台南市113年度挹注大约450万的经费，希望帮助学生突破到视力的限制，鼓励这些囡仔会当参与各项活动和比赛，发掘到天分，建立到自信，点燃生命的光辉。记者陈国新，市政府采访报道。